省政府昨天召开枣庄逸云机场工程建设推进会，标志着工程进入建设实施阶段。枣庄逸云机场是淮河生态经济带和鲁南经济圈的重大基础设施，位于山亭西集镇，批覆盖算总投资为21.86亿元，定位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，年旅客吞吐量120万人次，货邮吞吐量7000吨。